整一把寡妇。我喜欢听那些下流的话。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。我诞生于成千上万次的尖叫，多一次又何妨？全军出击！我的眼睛离不开你，所以我也要收下你的眼睛。这是你第一次受折磨，别担心。波波，给你们一个波波。我要榨干你体内的每一滴幸福。想要找到你，嗖一下，嗖嗖嗖，是可以。嗖一下，嗖嗖嗖，嗖一下平 A， 嗖嗖平 A， 嗖 ，Q 闪，嗖嗖，死了。不要以为我的寡妇没有虚区。一下两下三下，刺儿刺儿刺儿，抠一下，刺儿刺儿刺儿，抠一下，刺儿刺儿刺儿，抠一下，刺儿刺儿刺儿。亲吻你的脸，给我回来，抖抖抖，抠一下，抠一下，刺儿刺儿刺儿，亲吻你的脸，抠。刺儿刺儿一下刺儿，后来我披上了他的皮。俺们有没有队友啊？那努努，哎，那努努搁哪呢？他们的目光，亲一下，抠一下，刺儿刺儿刺儿，还好那努努没来啊。我最喜欢的东西，第三是人类，第二是痛苦。吃个饼干，刺儿刺儿刺儿，上当了，无敌了。我只能告你们，我无敌了。我去补个妆，马上回来。你可能不信，恨与爱只是激情的力量。但是我跟你说，我无敌了。这是穿的高跟鞋吗？好吧，高跟鞋。刚谁送的办卡我看看，谢谢不怎么胖的胖虎的办卡啊，谢谢胖虎的办卡啊。我只要一就够了，先出法穿。女孩子嘛，这不是想要咬断你的
的喉咙。刺儿刺儿，隐身。摸摸的，抠一下，刺儿刺儿刺儿，平 A。我就想问你一个事儿，谁他妈把我智能施法给我调了？未知的事物是无可能穿透。操！真膈应！哎呦，本来都死了，摁一遍没出来，你知道吧？他们历经困难，终究会爱上的。又开始蝴蝶效应了，本来这边把那炼金杀完以后，那雪人来也没用，他也打不死我，我也死不了，我那两层戒指下边来我还能杀他，他五级，真头痛，怎么老有事儿呢，一整就老整这些屁事儿，那有水银鞋不好杀了，你这那个熊样，你有毒吗？你咋不开毒呢？你说你毒都没开，你背什么玩意儿了呢？前任全都死了。哎，我想问个问题啊，这个寡妇的抠，我记得他打到人，我记得这个抠打到人以后会，就是会加伤害吧，就是打到，假如说打到炼金，我接下来三个抠应该伤害会增加。但是为什么这个抠完以后，然后那三个刺儿没有消耗他身上那三个点点呢？你给我杀来！消耗没消耗？野怪捡西地，都什么年头了，还野怪捡西地呢？哦，好像消耗了，这是我的问题。抠一下，刺儿，刺儿。刺儿一下甩大，没死，差一点点应该是，刚好差一点点，没斩杀掉。我喜欢看着你。哎，干嘛呀？
刺儿一刺儿刺儿刺儿，那稻草人挺能害人呢。咱们藏起来。啊，你那么点蓝，要不然还是算了吧。啊，给我个面子吧，差点我们让他给害死，你知道吧？我的爱切肤入骨。谁来了？不能，潘森来有什么用呢？臭大逼！追随诱惑。回家，下边再来吃一血塔。先来个推推棒，让他们渴望的，让他们祈求的。那炼金要出炼金罐，也确实没毛病。刺儿刺儿刺儿，推推棒，刺儿刺儿刺儿，再见。这把居然是优势局，无敌了。我没加切魂卷了。刺儿，亲吻你的脸。抠刺儿刺儿刺儿，平 A。抠点燃刺儿刺儿刺儿。哎，有蓝 buff。回家，美甲窃魂卷。外加一个小耀光。这还不无敌？已经无敌了。我亲吻你的脸，刺儿刺儿刺儿，一下，抠一下，刺儿一刺儿刺儿刺儿，抠一下刺儿，我怎么死？哎，这不能死啊！这一下那他砸多少血呀？我靠，那他砸了我400多啊！我现在再砸我一下我才能死呢，暴击了。我的美甲窃魂卷呢？
Disconnect.